组合 Supergirls 的队长阿卡赵慧珊不嬲都好鍾意小动物。昨日佢搬物资去到流浪狗场做义工照顾狗狗，点知忽然间被狗狗咬伤个嘴唇，经医生检查之后缝咗狗针。阿卡昨晚就喺 IG 贴出长文，谂翻起当时嘅情况，当时系踎低摸其中一只狗狗，头30秒都好开心噶，喺半秒间狗狗就张开个口咬咗佢一下，成手都系血，唔敢想象自己个嘴仲喺咪度。不过阿卡之后仍然好体谅狗狗，唔系自己养嘅狗狗，佢哋可能唔明白你嘅动态，最后都仲叫大家唔需要担心，会好好休息噶啦。